接着看今天的山海气象。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最低温21度，高温27度，有60%的降雨机会。而太武来意春日最低温19度，最高温28度。三地门乌台马家最低温17度，最高温28度，有60%的降雨机会。而高雄的原乡地区最低温11度，在桃园最高温26度。嘉义的阿里山最低温10度，高温是24度。南投的原乡地区最低温8度，在仁爱最高温24度。台中的和平地区最低温12度，最高温24度。苗栗的南庄石潭泰安最低温17度，最高温23度。新竹的关西尖石五峰最低温12度，在尖石高温是23度。新北乌来桃园复兴最低温16度，高温是22度。宜兰的云乡地区最低温16度，最高温24度。花莲的新城花莲市吉安温度落在22度到25度之间。秀林万荣最低温16度，最高温落在25度。寿丰丰滨最低温20度，最高温25度。凤林光复瑞穗温度落在21度到25度之间。而卓溪玉里富里最低温9度，在卓溪最高温25度。台东的长滨成功东河温度落在22度到26度之间。池上关山海端延平最低温16度，最高温24度。鹿野台东市卑南温度落在20度到26度之间。太麻里大武金峰达人最低温18度，最高温26度。而兰屿地区温度落在23度到27度之间。再看到外岛的连江、金门、澎湖最低温18度，最高温24度。